时间过好快啊，从一个爱冒险的人现在开始攀上了河塔。长大了不一样了，现在不能撒娇了。工作环境我们已经算小的了。啊，一问18岁19岁，哇，好小啊。我猜的形式差不多。问这个世界的问题。第一次体验现场随机找别人采访。就比去好多活动都要紧张。手足无措。啊，我觉得有点尴尬了，我想。文字，你为什么要咬我？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。现在跟以前的不太一样。